什么是一见如故？这是新郎。顾九思变臭名昭著的纨绔浪荡子。这是新娘。那姿色平平，心机深重。他们夫妻恩爱。老子有病吗？他才有病呢。他们举案齐眉。顾九思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听懂了吗？大点声。听懂了。他们相敬如宾。等着吧。